气死我了！这个烂货，这个贱货，敢当美国演艺人，你有种出来要跟大家讲啊！说啊！你们大家跑评评理，他当美国演艺人，我笑你不敢出来啊！再跟大家讲啊！好啊啦，把烟要咽啊啦，我可别咽。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是不是想要找你刺激的？崔哥，你又故意去丢人现眼，进来！别拉我，你放开我！你丢人现眼了，进来！怎么样？你要怎么跟大家讲啊？阿达，你看这个孙妈妈哦，比你阿妈还凶，对不对？听见孙妈妈说的话，我发现康康应该要感谢我了。如果我不养他的话，他就会变成人人讨厌的野狗。我回家了。阿达，跟着去孙妈妈家一趟。烂货不要脸，谁怕谁呀、啊？都不要啦，出去好了，出去好了，出去。孙妈，那个阿公叫我拿我们家的盘子给你，因为我们家的盘子比较好摔。谢谢。烂货，烂货，不要脸！阿公，阿公，出来跟大家讲啊！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要有种不要钱吗、啊？不要钱啊！你出去，你给我，这次我家不要回来，你走了就不要回来。小伙发生什么事啊？哈！阿爸，我不想我。我要呼吁全天下的小朋友，家里面的碗盘、剪刀、菜刀，如果不用的时候要收好，以免大人吵架的时候拿来射来射去。你好，大人吵架真的好恐怖哦，像我爸妈以前也吵得好凶。哎呦，我外公外婆也是啦，每天可以为吃什么东西啊吵得凶巴巴。那你们家嘞是为什么事？没有，我要回家了。跟你反驳就反驳啦！哦，你们回来刚刚好，赶快给我评评理啦！又在吵什么啦？啊，肚子饿当然嘛吵！你靠鸭啦，煮给你吃你不吃，你死好啦你！炒菜不放油啦，哈，佫叫我食臭米啦，啊，咸菜袂咸，白菜无味，是要食啦？哦，要我做甲老干，互你咸甲老烂呢？还给我去吃泡面啦、啊！阿、哦、对。他还把阿公的泡面倒掉了。阿嬷，你太过分了。有看到无？阿达站在我这一边了。阿达、那碗泡面是你的，你阿公给你偷吃。阿公，你太超过了。有看到无？阿达站在我这一边呐。哦，你们两个吵架，还要把第三代请进去才甘心呐。你超过，你过分呐、啊！啊，总有一句吼，当初是我目睭青面，甲娶到小查某啦。我是目睭去搞到喇叭，才会嫁到你这老翻身呐！阿公跟外婆都是瞎了眼才跟对方结婚，我就是想说，是不是应该把康康训练成导盲犬了？上好回去，你若不知道吼，你就拢莫回来。你的话拢要回也不回。哎，你们吵了一辈子，干脆离婚算了啦。啊？不孝女。
我是好意吼，开通我电话，甲你问一下，安那也袂使哩。赶紧，咱妈都说了，赶紧。阿公，你在跟阿妈讲电话哦？哼，我神经病才跟阿妈讲电话嘞，我在跟我的女朋友讲电话。